Choice 有人在线上吗？如果你在线上的话，赶快来看一下伦敦铁桥在哪里。哎，我是 Choice， 现在在泰和不士河旁，然后呢，带大家来看看铁桥的样子。嗨，有人在吗？来来来。在那个在日本呢，也在看直播哈。好，好，我现在在泰晤士河旁，然后呢，也是在伦敦铁塔旁边。你先看到的这个城堡呢，是The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哦，就是英国王室呢摄政的地方，他们早朝的地方。那前方呢就是伦敦塔桥哦，那中间呢是会打开的，你们看到？嗨，感觉很冷吗？其实不会耶，大概12度左右，非常舒服。你看还有小女生穿着裙子。哦，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河了，我们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，天气很好。那么看到很多很多的车这样子上来。哦，那如果有船要经过的话呢，也会把桥打开了。有没有来过英国伦敦呢？一定来的地方呢就是这里了，对不对？ Yeah, I only have 2 days, so I have to shoot a neighbor. 好，伦敦塔。在左边了，这边整区呢都是伦敦塔哦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那一共有22个伦敦塔哦，那这个这么多的塔呢，全部都是 The Tower of London。那我现在来的是这个看伦敦塔桥呢最好的位置。嗨，嗨，边边，今天天气是不是超好？哦，我现在刚好是逆光哦。好，因为我用手持的，所以呢有一点点的晃动，我尽可能把它维持它稳定哦。那大家来这里呢，都会去看什么呢？大部分人会坐船游泰晤士河，然后也会有人呢来看坐伦敦眼哦，然后呢最主要呢是坐这个大红色的双层巴士呢来浏览这个伦敦了。好，这就是 The Tower of London 哦，正上方呢就是风向仪哦，也是做这个观测风向的地方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女王旗哦，在这上面最上面的地方。好，这里就是伦敦塔桥了，也是伦敦的女皇室的摄政的地方。现在是台湾的晚上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伦敦的12点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漂亮？那个正前方呢，这个是军舰哦，然后呢？这边呢，大笨钟，大家要看大笨钟。现在刚好呢，有4年时间呢，全部都在维修哦，所以现在来呢是看不到大笨钟了。不会冷啊，一点都不冷。嗨，吃饭了没有？我现在在英国伦敦的市中心呢，也是最热门的地方哦。然后在这里啊，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哦。那其实现在在这边散步呢，非常的舒服哦。上个月来吗？上个月来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然后现在是差不多快要冬天前的最后一段时候了，所以天气呢是很舒服哦。那明天刚好遇到伦敦市长交接，所以。市场交接呢，整个市区都会封闭哦，但是呢，还是玩起来非常非常的
非常舒服。是刚刚那一个。有没有看过那个伦敦泰晤士河的那个的游船？我把它转过来让大家看喽。嗨，好，让大家欣赏一下风景哦。如果你不能来伦敦了，你也可以来看一看。那如果下次你来呢，你可以来自己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啊。到、哦，尖尖的那个是碎片大楼。Shard， 那个尖尖的塔，那叫 Shard Tower，Shard Build。好，因为他们说这个是破玻璃组成的，所以它的昵称叫做碎片大楼哦。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哦，意大利很有名的建筑师哦，那个 Renzo Piano 也是关西机场设计师哦，所以看起来有没有很像关西机场呢？大家有去过大阪的人应该会有一点印象哦，一点都不冷，很舒服。310公尺高，哦，那比101矮一点，但是这是欧洲，差不多200，是欧洲最高的大楼。西欧国家，西欧国家包含英国的西欧国家。当然啦，英国是西欧啦，啊，就不包括苏俄啦，因为苏俄的莫斯科还有一栋啦水银大楼比它更高，330米啊，那是西欧国家最高的，很舒服的地方。然后那个战舰就是二战的时候。曾经到亚洲参战的诺曼底登陆的战舰之一，诺曼底登陆的战舰哎，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也是帮美国打韩战，希望不要再有韩战。哦，嗯，我觉得南北韩内战那时候的战舰，哇，这是历史非常悠久。嗯，1938年，一九三八年上去参观啊，可以。你如果明天啦，你要去啦，可以啊。那从那里是坐泰晤士河的游船的地方啊，就在这里。另外那座桥就是那6月3号孔公的伦敦桥，那个叫伦敦桥，没有垮下来。伦敦桥没有垮下来，但它不是铁桥，它是石头桥。伦敦铁桥，台湾自己做了一个铁桥了，垮下来。所以在那正前方是伦敦桥。那个就是伦敦铁桥，没有伦敦桥。没有铁，是伦敦桥呢。上次孔公是在那边。6月3号。啊，6月3号孔公的地方。唱歌的桥是在那个地点的第二座桥。嗯、啊。今天的桥是第五座伦敦桥。哦。那么当时呢，乐色的伦敦桥是乐色口岸桥。木桥。今天是。好、哦，有没有看到很多游船？其实坐船游泰晤士河是很舒服的，而且可以吃餐厅哦，所以这样子游下来，加上今天天气呢很舒服呢，特别好。然后绑的船桨啊、桥柱是木头的，拖船啊是伦敦桥。哦，所以呢，你说伦敦木桥不好听嘛？伦敦木桥，所以就叫铁桥啊。你说石桥，等一下换成死掉的石桥，死桥了也不好听嘛，也不行。所以他随便给他加了一个英文的铁桥，是铁桥，英文就叫 London Bridge。London Bridge。那你如果那不加个字，好像音会拉得太惨。佛铃铛，佛铃铛，啊，要把它。但是中文要加个字，把它变4个字。哇，好，你有没有欣赏到很多很多的那个风光了？我们要准备离开这里了，希望呢还有更多好玩的地方。那我今天也去了九又四分山月台，也去了斜角巷哦。哇，我刚真的斜角巷买了一个西班牙伊比利猪的火腿的三明治，超级好吃，又买了2瓶酒，实在太棒了。好，那我的直播到这里喽，感谢大家的欣赏。像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呢，带大家逛那个伦敦的最好逛的地方啊，然后那里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，像我身上的牛津邦人那边有一间店，然后巴黎的很有名的芭蕾舞娘饰品呢也在那个地方啊，伊芬园。所以下午有机会我就要脱队了，我就要自己去逛街啊，然后带大家一起逛街。那个时间也是睡觉时间哦，所以玩鸟的人还没有睡的人呢就记得看直播啦。我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拜拜。要问清楚。